上课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重来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。Amen。祝圣诞节有没有吃好的？各位有没有吃饱？有。看你们亲，哎呀，好像大家心情也不是很好。我们来开始谈心事好了，谈谈我们明年的未来的明年。Amen， 找位置坐，亲爱的。哎呀，我的美女子女、啊，耶、yeah. 嘞！好 ，OK， 各位，首先我先各位说圣诞快乐，还有那个新年快乐，免得下次不知道在过年前你们还会不会再来。不过呢，今天天气算不错了，哦。昨天前天也是课很优秀，不过今天气温突然降下来，话有舌头有点打结。好了，我话不多说了，我大概讲个十分钟，可以吗？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安排两个非常好的一个表演团体。首先上半场是老榜，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生，叫李竹馨哦。她是个才女，才不露白，才女。她也很久也来铁花村哦，趁这个之后，趁这个机会呢，在这个圣诞夜，今天算是圣诞夜嘛，哦，对不对 ？OK， 在这边呈现给各位她的这个她的一些作品，还有她那个一些她想要分享给各位的。那下半场呢是。啊，巴赖啊，天气太冷，发型有点乱了。就巴赖呢，也是个创作的才子哈，他也有很多的那个作品。那今天呢，利用这个非常温馨的夜晚在这里呈现给各位。那今天的消费方式是低消哈，120，是很有诚意了哈，120。那。铁花村呢，在这个跨年啊，这个还有一个什么活动啊，一个封街祭啊，封街祭啊，这是铁花新基落的一个活动。那明天下午呢5点会有纪晓君跟商美健来高师古窑队的一个5点啊，会在后面，你们知道那个地方吗？你没有看啊，这个地方哈、过去那个大草皮啊，那边5点会在那边，晚上8点呢，这边是浩恩。会非常的那个，非常的精彩。里面的活动，那边的活动呢是不用门票，大家都可以找位置席地而坐在草坪上。那后天呢是宿命，还有谁去了什么？跟那个伊利高路也是在那个地方有连续2天。那从这个跨年一直到1月3号，我们这边都有很特殊的活动。那个在那个步道这个徒步区，如果各位。有假期有那么长的话，也欢迎你们再来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在表演的时候位置上都不要抽烟哦，抽烟的地方就只有那个地方哦，那个火炉那边。各位如果有带外食的哈、你用完丢到那个垃圾桶，麻烦给他麻烦分类哈、塑胶袋跟什么的。那台东的垃圾已经没有办法运到南部去了哈、那台东所以说焚化炉又不能够用。我现在都要开，要大家都为这个地球、为这个环境啊做一份子啊，也有啊，就我做分量安尼就对啊啦。那最后呢，我请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还有圣诞快乐、新年快乐。那待会呢，我们就开始了。我今天不知道要讲什么呢有没有意见？各位，我这样子讲有了解吗？有哈 ，OK， Amen。其实我是佛教徒了，没差了。好，开始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掌声欢迎老板们。